站住！站住！转过来。过来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这又唱的是哪出啊？我被孙文帮给害惨了。哪个孙文帮？就是给人泼脏水的一帮家伙。我今天一到街上，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京城毒妇，所有人都说我杀马吃肉。我觉得一定是林建新干的，我不就是之前让他下不来台了吗？让全城的酸秀才都来黑我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既然是林建新在背后指使，那有什么证据吗？有，但是他们不会承认的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这事我来解决。你解决，真的。说到做到。那你可得好好想办法。那些人嘴毒得很，什么脏说什么。他们也真是的，那些我根本就没做过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。闲人说闲话吧，别听就是了啊。不然难受的就是自己。以后不许听了，知道吗？不许听了。给你一颗红珠子，心情好点了没？啊呜！过了啊，咱们做过的事咱们不能不承认，但是这没由来的脏水咱们不认啊。没事了，这事我会好好解决的。